安娜姐姐，你怎么又来这里呢？又要刻合金龙骨了吗？谁说来这里就一定要刻合金龙骨的？昨天刻的红色合金龙骨也够我开了。我好像记得每次这种活动都会有一把可以升级的枪。98K 伏魔团，没错，就是它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刻这把枪。安娜昨天刻完合金龙骨，还剩下这么点幸运币和点券，不知道能不能搞到一把 98K。好了，废话完了，直接开抽，先把点券换成幸运币。OK， 开始抽，还是老样子，靠免费追加到四星。到四星了，才用了78个幸运币就刷到四星了。昨天花了200个才到四星，试下保护失败了，继续追加。好，成功了，现在已经到五星了。我就想弄个能升级的98K， 看看五星能领啥。这是98K，想要什么就出什么。这光子真懂我，我想要98K 就真的给我98K 了。那好吧，见好就收，直接领取98K 的皮肤。好了，拿下98K 的皮肤，差不多花费了390元左右拿下，还行。接下来就是升级这把枪了。刚刚安娜充了328，升级98K 可能不够，不过先用浮士币来升级看看。好了，安娜要勤俭持家，所以98K 升级到4级，有个击杀播报就行了。对了，还有枪械配件，买买买。好了，买的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赶紧进游戏瞧瞧，走，快速换枪，伏魔98K。